家人们，我在海边遇见了一朵花，一朵海里的花，嘿，看好不好看，给大家看一看它。我的天哪，这朵花也太好看了吧。有没有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的，评论区抠出来好不好。这个花美不美？诶，有一只蚊子飞过来了，看，它也被这朵花吸引了吧。它还有个本领，它会吸我的手，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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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特别搞笑，啾啾啾，吸回去的它像一个什么，像一个圆屁股，有点不礼貌了，给它挤一挤，咿呀咿呀。